看到吗？这条疤痕从这边到这边，我们发现了它的软骨那边破了一个洞，中文就叫做骨坏死。我宁愿不做这个手术，我宁愿不要这只脚了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很需要。我不用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了。公园散步，老大爷。你的消耗的卡路里。终于要讲出来，你会紧张吗？有点不舍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Hello， 我是可恩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两个人一起出现呢？原因就是哦，我们决定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讲出来。战绩，江长啊，看到吗？这条疤痕从这边到这边，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，阿 Ken 就做了哈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。你做过多少场手术？四场手术里面最大的一场。整整三个月，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下床去走路的。然后他上厕所，他冲凉都要人家帮忙那种。然后到今天哦，他还是需要进行复健的，就是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大手术啊。我只怕你讲到现在为止，冲凉还需要人家帮忙。OK， 他这个病呢叫做 avascular necrosis， 中文就叫做骨坏死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呢？就是这个骨骼里面缺乏血液循环，然后最后骨质坏死掉。最严重的情况哦，是需要到换人工膝盖的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阿 Ken 的这个病是怎样的，然后他的手术前后还有整整六个月的复健之路。一开始的情况呢，就是阿 Ken 跟我讲他走路会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去找过医生，然后照了 X-ray 啦，什么 CT scan 啦， MRI 啦，我们中医西医都 try 过了的，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医生只是跟我们讲哦，就回家观察看看。但是哦，他又很想打篮球的哦，痛吗？他就要带三个护膝，本来带一个的，然后不能了，又带多第二个，然后不能了就带三个，本来想要带第四个的，但是我就发现到不能了，再降下去真的是没有办法的。然后就每一次哦，穿了护膝，我打的时候 OK 的，打完之后它就会很痛，然后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吃止痛药。终于有一次，这个止痛药好像起不了效果了，凹套那边罢了，它就顶不顺了。然后我就想想，还是再带它去看多一次医生，然后我们再照多一次 MRI。终于这一次哦，给我们发现了它的软骨那边破了一个洞。而且哦，这个洞是因为大个洞变大了哦，才 scan 到出来的。当时候呢，医生就有说啊，这个手术最痛的不是做的时候，而是做完之后复健的过程。这样呢，整个手术过程是顺利的，也是五个小时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所以我这边简单粗暴的解释一下啊，就首先呢，比如说这个是我膝盖的那个软骨，因为它破了两个大洞，所以医生首先呢就会先把那个洞先磨平，就是说那个洞会把它打得更大咯，然后在骨头那边呢，它就会钻很多个小洞在上面，然后让骨髓流出来，然后用一个胶囊围住它，包住，然后让它自己伸回。但是噩梦来了，医生所谓最痛的事情来了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就吃了早餐之后呢，就那复健的那个专员呢，就来到我床边，然后把我推下去，因为我还不能走路的嘛。哪里知道这个时候，那个复健专员跟我讲 ，OK 啊 ，Now I will bend your leg 90 degree 啊。Okay, tahan satu, dua.Tiga, empat, lima, enam, tujuh, lapan, sembilan, sepuluh. Okay, relax. 当时候我的眼泪是直接噗滴出来了。零到十，那个痛到底有几痛？9.5。然后这个过程大概就维持了15分钟这样。第二下就哭更够力，第三下。我就想死了，我宁愿不做这个手术，我宁愿不要这只脚了。然后回到房间呢，午餐那些我也是没有吃得到几口。这个专员又来了 ，We need to go for second round。Second round 从来没有听过 second round 是这样痛苦的一句话。原来这个复健第一个礼拜是一天要做两次，一天痛两次，一天八的。手术之后的三个月，我终于申请到跨州性啊，然后我就可以去他甘榜去接他回来啊。他就拿着拐杖，我就一路扶着他回来 KL。回来 KL 的问题就来了啦，复健是不是还需要做嘞？是要的，而且是要连续做一年。所以他的复健日常哦，就是每天在走廊那边来回这样子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其实我也是。看着觉得好笑哎，邻居都会觉得不是心痛咩？终于有一天，喂，搞乜鬼？哎，
玩具。什么鬼哦？这么大个？等下开了就不大了。怎么来的哦？喂，我们家都很小了，那已经有位了喽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很需要，想转弯哦。哈哈。哦，开箱了。ZTQ7。ZTQ7，以后就放在这个位置啊？你可以吗？啊，开玩笑，脚了吗？手没有捏吗？你看出来呀、啊？咦 ，surprise！ Not bad, not bad。哦。Hello， 开箱女神。结果都系搞唔掂，要睇下说明书系咪？第一次开箱跑步机，给点时间我。你知道没有？以前就是丢说明书丢得多，报应嚟啦。该我丢的，我捡回来不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把它扛起来之后，这边要上两个螺丝的，这个位置是要上两个螺丝的，不然它会移动，所以我们先上这两个。哦，难怪刚才我就觉得，哎，扶住怎么会这样子凹下来就够力了？这两个洞放 M10， 下面的两个放 M8， 所以这个是 M10， 那我们就上这个。其实它不需要安装很多东西，就两个东西吧。我连 screwdriver 都不用的，我用手转吧，它这边已经做好那个位置了，很容易安装。对我来讲，我一直觉得跑步机是很麻烦的。这个是 M8， 这边就锁紧它，两塞一样。它有送这种 screw 的，给我转上去的。这是 Allen key。Allen 是我朋友。这是什么？安全线吧。这是 security 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好像我们去 gym 那种跑步机啊。然后这个放哪里的？加在身上啊，加在你自己身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然后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啊，你一个不小心你推后，它一拉落，那个机器就停了。证明你没有跑步的习惯。要 on 的嘛？有什么 button 是 for on 的？你废话，你看你下面大电都还没有开。你玩我咯。这样它这个 belt 啊是防滑的 belt 来的，410mm 的长度，然后到底可以耐多重呢？我知道你们想问啊，其实它耐100kg 的人都可以。100kg 以上呢？100kg 以上可能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跑步机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那首先我们要做好安全措施。你看着你的脚来啊。OK， 我要按什么？按 start。它本来是很慢的。它先慢慢开始。我不用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了。公园散步，老大爷。差点来那个安哥都问我，哎，陆家爸，要不要哈利拉路西丁啊？你看，我行出咗6-7年嘅脚步。自从收到了这个跑步机之后，阿 Ken 的复健之路终于变得比较正式一点。整个过程呢，就好像 baby 开始学走路这样子。首先是慢走，然后走到痛，然后我们就停，然后隔一天我们就要走快一点，走到痛又停，然后之后我们要慢慢的学跑，就是整个过程就是 baby 从不会走路到慢慢会走路到很会走路的这个全过程。其实我觉得有了跑步机之后蛮好的，因为第一阿 Ken 是可以自己在家做复健，第二就是我在家也是可以趁机运动一下。哎，听到你跑步啊，好用吗？好用，很好玩的嘞。好玩，它有 screen， 然后它这个 app， 你来看这个 app， 它这个 app 啊、OK， 我动它就跟着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这边，如果我加，它这边就会跟我一样啊，然后我动它就跟着动，它又可以换 map， 看不同的风景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我身边跑过，这个 app 很 cute 啊，你看它小跑了，它跟我一样，可是我在的地方现在下雨啊，很累啊。你看我可以换 map 哦，换，我要玩，看看哪一个 map 先，讲安，看我跑着去吗？啊，我跑第二个 program 了，它这边有12种 program 可以选了，我跑第二个 program 了，每一个 program 是30分钟，哇，然后它这边有收时间，你跑多久，你跑多远 distance， 然后还有你的。消耗的卡路里，其实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我的收心率，这个是它比较
唯一的缺点。哦，就平时我们旁边有一个铁这样子按住了是吧？那个。他这边就没有的 detect 心率啊。今天是阿 Ken 手术之后的第十个月，给大家看看你的插头哥康复到怎样先。不要动。这个是第十个月之后的那个疤痕，康复到七七八八，但是很深啊，真的很深，好像虫这样啊。你现在可以弯膝盖到多少？可以弯弯。哦，可以伸直角吗？踢腿。这个比较没有吃力，这个就吃力一点，连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分享一下阿 Ken 骨坏死的全过程。因为最痛的真的不是手术，而是手术之后要经历的这个修复期，什么都要人帮忙，什么都要人家扶着，那个伤口还在流着血，就要硬硬的去弯它。你吗？我很少看他哭的，每次复健他都哭一次。我从 video call 看哦，我都觉得好痛。整件事我觉得唯一开心跟幸运的，就是说你不用换人工膝盖，真的有一点死里逃生的感觉。我会发现到健康真的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健康的话，就算再有钱也什么都做不到。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你们的脚，然后还要谢谢当初肌肉跑步机的出现，因为它真的帮了很多。它除了可以做复健之外，像平时家里面人要运动的话也是可以。重点哦，它一点都不贵，我一直以为跑步机是要几千块，甚至十千那样子是吧？少少都要两千块了，但是它连一千块都不用，它只要999块，还要送一个 yoga mat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的话，我就把它的 link 放在 caption 那边。这台的话在 Shopee 在 Lazada 都买得到的，而且你们买的时候输入我的 promo code 这个，还送了你一个电子秤。最后最后想跟大家讲，骨坏死哦是一种慢性疾病来的，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症状的话，马上去看医生。病向请中医，不要像他这样啊，拖到差不多要换人工膝盖这个程度啊才去看，这到时候真的太迟了。爱要趁早，很利用爱惜自己的身体要趁早。哎，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关于这个疾病的问题想要问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留言在下面，我们可以回答的，我们一定尽力去回答。所以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我是可恩，拜拜。我是 Ken， 拜拜。